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各位菩萨，大家早上好。请坐。我们继续来举行修行与生活座谈会。那么我们今天收到的问题很多。大概是我们停了好几个礼拜，默学这个月14号代表老法师参加安徽大学方东美研究所成立大会，然后紧接着呢就到香港，跟随老人家到菲律宾去参加亚洲宗教和平会议。那么回到来之后，我们呢今天呢再继续的这个讨论。所以这个问题积累了几个礼拜。首先呢，我们来讨论本寺实际禅寺四众同修的问题，然后呢再来讨论呢网上同修的提问。那么第一个同修他有三个问题。他说第一呢，现在种菜提倡为昆虫设一个特色餐厅，专门留一块菜田为虫子菩萨享用，效果特别有效，这个容易做。如果到耕种的时候，田地里有很多的小虫子菩萨，只要翻土就要伤害到它们，昆虫草木尤不可伤，请问这个应该怎么样防范最好，既不伤害到它们，又能把地耕种好。您提的这个问题很好，这是您的慈悲，考虑的很细致，确实这个除地杀虫这是往往会出现的现象。那么即使是误杀，这都有过失，这都会有因果。所以呢，在种田的时候应该是特别小心。那么既然你听到是种菜的时候可以为昆虫设一个特色餐厅，这也证明了虫子它会有灵性，你能够诚心诚意去跟它沟通，请它合作，它会听你的。所以呢，这是在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他们的试验田就是这样做的，做得很成功，证明确实虫子很通人性，通情达理。那么既然如此呢，那我们在耕种的时候不妨也可以在耕种之前先呢在这个田边向田地里念佛，祈求这些虫子菩萨们呢先离开，然后我们再下地耕种，告诉他们呢这个搬家，不要留在这田地里，因为我们在这个锄地耕种的时候怕误伤了你们。你用这种慈悲心，这个真诚心来跟他们沟通请求他们合作，我想他们一定会也能够合作的。另外你就求三宝加庇，加持他们呢能有这个智慧跟你有所感同，可以试试看有没有效果。当然你在耕种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再小心一些，能够避免误伤小虫就尽量的避免。第二个问题呢，
是平时上山砍柴的时候，山上的昆虫蚂蚁菩萨特别的多，脚只要踩上去就能给他们带来伤害。有的一只树杆里就有许多昆虫蚂蚁等小昆虫。请问如何对待这个问题，请老师开示，也好让我们放开心思，更好的把砍柴这个工作做好。这个也是最好能够真诚的在工作开始之前先念佛，祈求三宝加庇，令这些昆虫蚂蚁这些菩萨们都能够事先回避。在佛门里面呢，这个戒律上戒仪上面呢也有这样的说法。当我们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还没有下地，就合掌默念，从朝银旦直至暮，一切众生自回护，若于足下丧身行，愿汝及时生净土。这是一种慈悲，希望呢从早到晚我走到哪里，这些小虫啊蚂蚁啊众生啊都各自的回避，不要让我误伤了。那假如我足下不小心踩到了，误伤了这些众生也愿你们马上念佛求生净土可以出三界了脱六道轮回的苦难。你发出这种真诚慈悲就会有不可思议的感应。那么你会发现呢，很少会有出现误伤小虫的这些状况。这是不可思议。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慈悲心越重，你这周围的磁场就自自然然能够保护众生。众生就不会被你伤害到。第三个问题。斋堂供养大众的小食品，上面包装的配料表上写的有食用猪油字样，请问钟老师是随缘还是不食用好？这个食用猪油这不是素的属于腥荤腥这个最好不要食用在寺院里面呢，那我们还是要保持这个清净，因为寺院里面有护法神这些荤腥的食品带到寺院里面呢不好，会这个引起鬼神的不满，而且呢这个既然我们中国传统出家人是不食荤腥，那这条这个戒仪我们应该好好的护持。那么这些东西如果上面发现有这些食用猪油字样的，最好是退还给他原来来的单位。好，下面的有一位同修来了很长的一封信，总共四页纸大概有2000字吧，我们这里就不要从头到尾的念了。他这信呢主要是写着他是辽宁的一位老居士这个介绍了他自己学佛修学的这些状况。那么呢他主要提了这个以下七个问题。他第一个问题呢说，我现在修行的课程是早晚功课除外，上午念无量寿经第六品，
32品到37品，下午2点半呢念30细念，这样可以吗？这样很可以啊，很不错。这个一天呢，自己的课程按照自己的根器条件定一个定课。那么这个定课因人而异。在大方向上，我们呢是要定，最好是定净宗的课程。因为末法时代众生啊确实要因净土法门得度。那么无量寿经，这是净土第一经。是我们净土中啊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如果整部的经典不能够有时间受持的话呢，那么一天读精要的部分也很好。这是师父定立的第六品发大誓愿。第32到第37品这是呢让我们了解娑婆世界的这些苦厄浊世恶苦让我们升起厌离心求生净土。那么30细念，这也是师父上人提倡的护果细斋同时也是自己细念佛号增长信愿行的好的功课，这个都很好。第二个问题，现在牙不太好，剩个牙渣子，经常发炎肿痛，那我也不吃药抗医生，医生说我要叫我拔掉，学佛不能拔，怕伤害了里面的众生，请问钟老师有什么方法？另外现在已经掉的牙在镶上可以吗？这是一位老菩萨这个事情确实您有这样的心很难得不愿意拔牙，不想伤害这里面的众生，这很慈悲。那怎么做呢？又很痛但是呢又不想伤害到众生，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给这些众生念佛很诚心诚意的跟他们沟通我不想伤害你们你们呢也不要太过伤害我折磨我希望这个牙呀不要太痛你求佛力加持，这会有很好的效果。那至于说拔掉的牙要不要镶上这可以自己考虑一下。好，第三个问题，我在禅宗寺院皈的依受的戒，现在呢修净土，不知道以前的皈依证受五戒证应如何处理。这个皈依证和受五戒证呢也可以保留。这个我们心里面呢不要有分别。过去在禅宗寺院皈的依受的戒，那我们知道皈依受戒是自己发心。什么叫皈依呢？就是我现在要做一个真佛弟子了，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佛法僧就称为三宝，真正的三宝叫自性三宝，所以皈依佛是皈依自性觉悟自性中本来具足如来智慧你皈依这个。皈依法呢，皈依自性的正知正见。皈依僧是皈依自性的清净和合。那么在哪里皈依，这个没有关系，或者请谁来给我证明皈依，这也没有关系。佛法它是讲十方常住，
出家人，哪一位出家人给我们皈依？他代表呢十方常住啊，给我们皈依，而且是啊证明。所以皈依不是我们皈依那个人，我们皈依的是三宝啊，十方常住三宝啊。所以这里面不要有分别心啊，不是说我皈依某个人，现在改了修另外一个法门了，就好像原来那个就一刀两断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全搞错啊！而且这种想法会有罪过啊，为什么呢？这破坏十方常住和合啊，把佛法这个十方常住给分裂了啊，搞帮派了啊，各自立门户了。互相对立，这就不对了。所以我们的心呢要广大啊。华严里面呢讲究的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啊，不该啊有这些门户之见啊。禅宗净土宗啊，所有大乘小乘宗派都是佛说的，我们都应该一律礼敬。但是自己确实要选修啊自己最适合自己根性的法门啊，佛讲的一切法门，它不是对啊所有人讲的。每一个法门都契合每一个根性。那我们要晓得我自己是什么根性。我最适合修什么法门。然后你选择了以后啊，就专修。对其他法门礼敬赞叹。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的。但是我自己呢确实要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法门啊，这样的心态就好，很好，这样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出现了啊。第四个问题，我在天目山给双方老人立了永久牌位，又在实际禅寺给冤亲债主还有蟑螂立了牌位，还有小学老师啊，还有对我有恩的有因老头，过去女人受我气，他生前叫啊，我叫他念佛，我不怨他，死后啊还给他立了牌位，因为都是众生，我感谢他们，不然我学佛没这样坚决。每天早晚啊，每天早晚课，不间断啊，每天拜佛一百拜。不看电视报纸，专看老法师讲经的光盘。以上做法如不如法？照相可以吗？这里讲了两个问题。给自己的冤亲债主立牌位，这个很好。这是你的一种孝顺报恩的心。别人对我有恩的，或者曾经跟我有过冤结的，我通通啊怨亲平等啊，一律给他们呢立牌位啊，纯有啊报恩心啊，对我有恩的固然要报恩啊，曾经呢让我受过气的，我现在呢原谅他啊，因为他对我也是密增上缘，我能够啊这扩大我的修养啊，我的这个忍辱力提升了，这都是对我有恩的啊，所以呢怨亲平等啊，这很好。那么这个自己定的早晚课啊，每天呢这个拜佛啊，不看电视不看报纸，这都是按照老法师说的。这依教奉行啊，这就很好。那么你的第二个小问题是说照相可以吗？大概这照相啊没什么不可以。有的人呢说照相就是着相。这个当然是一种俏皮话。其实照相也可以不着相。照相你只要不要执着。你明知那是梦幻泡影，
梦幻泡影里面的形象，造一个形象，哎，那也无所谓嘛，反正都是梦幻泡影，你不要去执着它，就没有事情。好，第五个问题，我和保姆啊，好同修，在我儿子用药杀蟑螂之前，把一些活的蟑螂抓住啊，放到外面去了。当时是夏天，怕他们被药杀死，不知是害了他们还是救了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因果？为了避免他们被药死，而把他们捉出去，这是为了救他们。那么有这样的一份呢慈悲心呢，这个因果是好的因果。所以有什么样的因果，看用什么样的心。你这是为救他们，把他们抓出去。假如为了嫌弃他们，讨厌他们把他们抓出去呢，这又有因果。用心不同。所以因果都在我们自己的心地。同样的事情，因为用心不同啊，这因果就不一样。就像我们讲这个文昌帝君阴质文里面，就看到有个这么一个故事。这是佛典的故事。说有一个富人和一个贫人，他们同时啊看到一个乞丐向他们走来，结果两个人呢都很忧虑这在相上看呢两个人的做法是一样的可是呢两个人忧虑的不同。这富人呢忧虑是什么呢？担心这个乞丐来讨钱呢要个没完，自己不舍得布施。这个贫人呢贫穷的人呢，他担心的是自己没有钱布施没有办法救这个乞丐，帮助这个乞丐。你看两个人呢都是同样的忧虑，可是忧的这个方向不一样，结果他们来生这个果报就悬殊了。那个贫人来生变成大富大贵了，那个富人呢就堕到恶鬼道了所以用心不同因果就不一样。好，您的第六个问题说，最近听了您讲的修行与生活座谈会中讲到关于受八关斋戒的事，那么请您告诉我们自受八关斋戒的仪规哪里有，以及是每个月受一次还是多长时间受一次。这个八关斋戒它是属于加行戒。居士可以受出家人也可以受。这个八关斋戒等于是跟沙弥律仪里面的沙弥十戒非常相似。只有一条不同。沙弥律这个戒里面呢多了一条是手不捉持金银财宝。那么八关斋戒里面呢其他的都有。也就是说这是在家人呢受持一天一日一夜出家人的这个戒律，过一天出家的清净生活。那么这个仪轨在一般来说寺院丛林应该都会有。墨学呢也这个曾经有收集到这个好几种不同版本的八关斋戒自受仪轨。那么也包括弘一大师这是我们近代的律宗大师他编辑的。他编辑的比较简单
那有一部仪轨呢比较详细。如果要自受，这自受呢是没有条件呢，请到戒师帮你传授，那么可以在佛前自受。这个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么至于说多长时间受一次，这个看你自己发心的。一般来讲呢没有规定。这个无量寿经里讲，有空闲时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你只要有这个空闲能找到一个休息日，一天一夜，把外缘都摒绝掉，自己一天过着很清静的像出家人一样的生活，听经念佛，最好是不出门。这样的话呢，保证你这八关斋戒不会有破损，成就这一日一夜的功德，这很好。最好八关斋戒连着这个念佛精进念佛在一起，这一般来说就能够容易吃得好。那么这个菩萨戒如果居士受了菩萨戒的话，就每叫有规定每个月六斋日必须要在家自受这个或者是请戒师传授八关斋戒。那我们现在师父上人提倡让我们呢扎根从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这个根本开始做起菩萨戒那是很高的了那是这个有稳固的基础以后再向上提升那我们现在呢没有要求大家做这个菩萨戒要求的是我们三个根要100%落实那么如果能够有空闲时精进一日一夜受个八关斋戒固然是更好这八关斋的斋就包括过中不食过了中午12点不吃饭，不吃任何的东西只能喝水甚至严格的来讲有颜色的液体都不喝了这是一天一夜到第二天等于天亮了以后什么叫天亮呢？你的手掌指这个掌纹呢在户外伸出来，你可以看到这个掌纹叫明手相，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进食这个八关斋戒才能圆满。那么八关斋里面前面五这个前面五戒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居士们要受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那么这里呢是讲不淫欲，就是在家正常夫妻也不可以，就等于像出家人一样一日一夜那么后面呢在家这个不坐卧高广大床不这个香花这个香油涂身包括我们用的有香味的这些香皂沐浴液这些都不用就是洗澡的时候都不用另外不歌舞娼妓即过往观听就不搞娱乐的这些节目不参加这些舞会晚会这些
啊，甚至不去听，不去看。啊，这些自己呀、啊可以尝试一下。第七个问题，念三时系念时，我们是从第一时开始的，前面的经文我们都没念。原来听老法师说越简单越好，所以没念，后又听您讲还是念好。那如果念经书里面有许多真言，有的字不认识，我们经书又没有拼音，那如何念呢？这可以不妨啊，请一片啊光碟来照着这个念，读音呢、啊、你就晓得了。啊，这个是可以这样子啊尝试的。好，下面呢这位同修提问。他说，我是从老居士家的保姆，也是同修。今年43岁，很惭愧修行的不好，仅借此机缘有几个问题，恳请慈悲开示。一，我们三人都在自家佛堂，佛像两旁立了牌位，木头做的，准备长期供奉，有祖先的牌位，中华民族万姓祖先的牌位，原来供的冤亲债主的牌位，现在我们把它换成变法界虚空界一切神灵的牌位，不知道以上做法如法不否啊？就如不如法。还有，如果百期法会结束后供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切神灵的牌位是继续供或者怎么处理？这个原来如果供了祖先的牌位啊，还有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啊，以及冤亲债主牌位呢啊，最好不要把它撤下来。可以呢加这个变法界虚空界一切神灵牌位，不必把原来的撤掉，这样就很好。那么这个法会圆满了，如果你有这个心想长期供奉也是可以的，牌位啊不必啊把它撤下来。当然如果是啊不方便啊，条件不允许，也可以把它啊撤换下来。好，第二个问题，我因现在工作较忙，我每天早上5:30就从家骑自行车出来上班，要半小时的路程，而且早上还要照顾丈夫的生活，晚上6点多从老居士家下班，回家还要做家务，时间比较紧。我原来的课程安排是这样。早上念无量寿经第六品，拜佛50拜，晚上念无量寿经第32品到第37品，拜50拜。老法师讲修行不从根本修那是不行的，那我现在就遵从老法师的教诲，从三个根开始修行。课程安排如下，计划用3年时间落实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因工作忙念佛时间少，已改成老法师讲的10念法，早念弟子规提醒拜48愿，晚课弟子规反省拜48愿，如再有时间念佛读无量寿经30细念或听经，这样可以吗？这样是可以的。这样很好，能够抓紧时间呢、这个落实三根来做功课，提醒检点改过，这就是真正的修行。第三个问题，因为我一白天呢都在老居士家，也非常想响应老法师号召的每天读一遍30细念，是下午2:30开始，但就现前情况而言，老人家随时都有事情需要照顾，这样读经就要中断去照顾老人家，事情完了再接着读。如果老人家招呼我不去，仍在那时读经，那还不是违背了弟子规的教诲，父母呼应勿缓了呢？这样读经对病人和我有什么影响？我应如何做？
那您这样做是对的，就是在读经的时候，因为你的工作任务就是照顾老人家，老人家有需要，有呼唤你的时候，可以马上把经放下来，去先照顾老人家，这就不是死读书。所以印光大师啊，他说，我们要求生净土，第一要做到顿轮尽分。顿轮尽分就是，我们要在我们角色中做好我们的这个工作，尽到我们的义务。这个是很基础，先要做人，才谈呐，做佛。除非你没有这个工作，这个任务，你没有这个义务照顾这个人，你自己出去修行，那没话说。但是有这个义务去照顾，那是应该呀，顿轮尽分。你就连我们看到一般人，他需要我们做事，这个帮助他，解救他急难的时候，那我们也是要立即伸出援手，更何况说我们有这样的义务呢？第四个问题，我家里现有两个房间，一间呢我夫妻住，另一间呢做了佛堂，佛堂24小时放念佛机。放老法师讲经光盘，平时佛堂里没有人住，可是等到放寒暑假，孩子就回来或来客人，实在没有别的房间可以住，就要住佛堂，是否不恭敬？对住的人有没有影响？放念佛机是否应该停止？而且我每天要在佛堂做早晚功课，人在那睡觉，我可不可以小点声在那做功课？如果不做功课就间断了。请老师开始。这个家里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又有需要安排人住，这个佛堂呢必须要改成住宿的房间。这样的话呢，最好是把佛像用布挡一挡，这佛像不要直接对着床，就在佛前如果是睡觉，这个是不太恭敬，那么你这个佛堂就改成卧室，等第二天人起来以后，我们再把佛像打开，又把卧室变成佛堂，这是因为条件所限。这种方便的权巧的做法，那么是可以这样做，那么如果人在休息在睡觉呢，那么你对着这个佛像好像是不太好的，那么如果你要做功课，在这样的一种特殊环境下，你可以自己在一边做功课，如果没有条件，不必对着佛像，比如说你读经念经，你可以盘腿，坐在这个厅里面，或者坐在这个甚至走到外面，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自己都可以去读经，把你功课完成。这样呢，也同时不会影响休息的人。下面一个提问，说这个，请解释一下三十系念龙华三会愿相逢的龙华三会是什么意思？这是讲到弥勒菩萨将来下生成佛，时间在多久呢？是56亿7000万年以后，那个时候呢，弥勒菩萨成佛了。度的众生
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经上讲，凡是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个时代里面遇到佛法，但是还没有成就的人，这个经过56亿年的轮转，受够了苦了，在弥勒菩萨那里呢，就能得度。所以弥勒成佛啊，弥勒尊佛，他成佛以后讲经说法，因为他福报大，不必像释迦牟尼佛这样讲49年啊，说法300余会，他不必，他只说法3会就够了，这叫龙华三会，这三会就把所有的该度的众生啊全度了。那我们就想到这三会的这种场面呢，那一定是非常壮阔啊，那人数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愿相逢啊，就是你现在要是求生极乐世界了，到了极乐世界之后，等到弥勒菩萨下生成佛了，你可以从极乐世界乘愿再来，庄严道场。那你看到很多过去的这些老同修啊，还没往生的，到了这龙华三会里面得度，你会跟他们讲：“哎呀，老同修啊，你怎么现在才开悟啊？我早在56亿7000万年以前呢，就往生了，就开悟了。”所以这个三世系念呢，它是让我们求生净土的。求生极乐世界以后，你就能保证将来龙华三会啊，跟弥勒菩萨、跟这些同修道友相逢。好，第二个问题，请解释灵山会，灵山在什么地方？就是灵山讲的是哪部经？什么时间？就是佛早年还是晚年在灵山开法会，什么因缘，常随众是哪些人，与会者多吗，有多少人，凡夫也能参加吗？这些提的问题最好您是可以多听听经。那么这些都属于知识上的问题。灵山又叫灵鹫山。佛在灵山，这个灵山也称祈祷诀，祈祷诀山，在那里讲了不少经，最著名的无量寿经在那讲，还有法华经也在那讲的，那么这都是比较在后期讲，法华是最后，佛讲经讲到最后再讲法华。法华讲了以后，佛就上升刀立天为母说法，讲了一部地藏经，在人间就过了3个月，然后再回来再讲一部涅槃经，就灭度，涅槃经是1日1夜灭度。那么这个每部经啊，它都有介绍，这是什么听众什么样的人参加那么你只要看看经典，你就读读无量寿经，你就晓得了无量寿经在这个灵山里头讲的那么人间的听众20000人这个比丘有7000人这17000人这个比丘尼500人，亲信士，还有亲信女，这加起来2500人，这总共20000人。那还有很多大菩萨，经上讲的是吧？以普贤菩萨为首，出家菩萨，还有呢以贤护菩萨为首的在家菩萨，无量无边，还有一些天众。鬼神众都来集会
这个法会是很庄严的。好，第三个问题，佛菩萨示现呢，世间度化众生，他自己知道吗？一生下来有隔音之谜吗？他如果不修行，会不会退转？如果是佛菩萨示现呢，他就不会有隔音之谜。那因为他是来示现，他不会迷，但是如果有一些还没有得道的菩萨，所谓得道，就还没有真正破无明的烦恼，他回来这个世间投胎呀。他就可能就会有隔音之谜了，那么隔音之谜就是退转了。可是他退转，因为他前生有愿力，所以呢，这个愿力啊加持，加上呢三宝的加庇，他退转不会退到很厉害，自然会有因缘护持他。让他觉悟，让他很快的就能够明白自己来这里做什么，这个使命啊，他能提起来。这最有名的就是唐太宗的高祖，窥基大师，他就是菩萨，前生跟这个唐玄奘法师，约好的，要来投胎，投到帝王家里面了。来这个帮助玄奘大师啊，来翻译经典。那玄奘大师是在取经的路上遇到他，跟他这个约好的，然后他就去印度取经，取了13年，回到长安，然后找这个窥基大师，结果窥基大师啊，一投胎他就迷了，迷了以后。他忘了前生的约定，所以玄奘大师要他出家，他不肯出家，最后呢，玄奘大师请皇帝下圣旨，命令他出家，那不敢抗旨只好出家，但出家有三个条件，就要拉三车跟着，一车是美女，这是照顾他的，第二车呢。这个好，这些书，他很喜欢看书。第三车呢，就是这些厨子做饭的给他做好吃的。富贵就没了。所以历史上称他为三车法师啊。走到路上，这是这个文殊菩萨显灵了。等于加持他，让他呢业障消除。到了寺院里面，他听到钟声就开悟了。所谓开悟就是宿命啊通了，把前生的事记起来了。然后他这三车也就不要了啊，就老老实实跟着玄奘法师出家，最后也成为一代大德，祖师。所以这也是看到菩萨有隔音之谜，那凡夫就更厉害了，所以也很可怕啊！这一轮回就肯定是退转。好，第四个问题，有人给亡灵皈依发皈依证，这个有效吗？如果管用，请告诉一下议程。给亡灵皈依这个会有效。那么这个皈依证呢，好像我们寺院呢课堂里有，不妨去请一下，另外呢，这个我们华严讲堂上这边，法师每天晚上都给亡灵做皈依，他们每个人呢都懂这些仪轨，好像也有一篇呢这个介绍该如何做，不妨也可以请来看看，作为参考。第五个问题，
现在有些居士在家做三十系念，他们问，要不要上贡品，又担心把众生请来了，送不走，请老师开示。这个问题好像我们回答了好几次了。这个贡品可以上。你等于想想，这个请这些众生来参加法会，你得招待一下他们。这个可以上。所以这个贡品可以上。当然如果没有条件也可以不上了。这个是看自己的条件。那么做三十系念是闽扬两利的法事。除了自利以外还要利他。就超度这些亡灵，这些众生。如果担心把这些众生请来了送不走，有这些顾虑，那我劝您还是不要做。什么人要做这个三十系念呢？真正有真诚心、慈悲心，愿意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这些鬼神、这些亡灵，看了他们太苦了。发起这个慈悲心来帮助他们，这样做才有效果，不是只做个形式。如果有这种顾虑那种顾虑，那最好是别做了，因为做了也没效果。为什么呢？真诚慈悲还是不够嘛。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好，第六个问题，一切众生是自己，是一体，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自己打心眼里认可，并且呢认可三年了，两年了。但一接触到具体的人和事，很多时候还是人我，不能把别人看成我，为此常生烦恼，恨自己也修不好，老是去不掉我，跳不出我的圈子。对此呢，我是又惭愧又着急，请老师开示。要跳出我的圈子，就是要把自私自利放下，真正可以为众生牺牲奉献，为众生做事情，帮助众生的时候不要有任何顾虑，如果有顾虑那就是有我，没有我还会有什么顾虑呢？成与不成，得失成败都不放在心上。这好事做成功了，众生有福。要是做不成功，众生没有福报。我已经尽心尽力了，什么顾虑都不要有。就是一颗真诚的心，正直的心，慈悲的心，去帮助照顾一切众生。好，下面呢这一个问题是，我是北京某大学大二的学生，正在学习弟子规，感觉非常好，也在学校成立了国学社，推展传统文化，但是目前遇到了人生的抉择，出国留学的问题，因为我的条件基本符合，所以申请出国有奖学金，因为家庭的条件不是特别好，所以很珍惜这个机会。我出国的目的并不是想追求享受，是想拓宽自己的眼界，多学习，将来回国从商后继续弘扬传统文化。可是遇到一位很有德行的老师，建议我在中国多学传统文化，等几年的根基打好了再出国。我也觉得有道理，可眼前机会也很难得，请有留学经验的钟博士开示。这个开示不敢当。关于自己的人生抉择，大概呢，自己去综合的考虑比较好，因为你问别的人，别人对你自己的情况了解。并不如你自己了解这么多，这么全面。
但是我们呢，在抉择的时候啊，要把握几个这个根本性的原则啊。这些原则呢，倒是啊，古圣先贤有教诲啊。这人生的抉择，特别是大的方向性的抉择，当我们在困惑的时候，啊，或者理不清头绪的时候，啊，下不了决定的时候，那么最好不要再去太多的思虑了，啊，因为啊，越思考，用的是分别执着的意识。一时心产生的不是智慧，抉择是要用智慧。智慧不是靠想出来的，智慧呀是悟出来的。那怎么样才能悟出来呢？那心地要清净。如果心里面很多杂念，很多这个顾虑，思前想后，这些反而障碍了智慧，那做的抉择很可能就不一定是正确的，或者不圆满。那我们修清净心，方法有很多，比如说静修，什么工作都放下，什么思虑都放下。我拿出几天，比如说七天，静修念佛、听经，把这些尘世的这些念头啊，暂时放下，精进的在这个佛法上啊用功，这七天呢，能够有清净心，这个清净心虽然呢很浅。但是呢，它却是智慧的源泉。